跟医生说，那个是不是可以降低这个降血压的药的剂量？那我们回来找那个主任，那主任评估了一下，就给他降一半的剂量，就一半的剂量，一个月以后回来看，哎，还是没有，没，啊，还是，那个又降了，就是所有的都降了，那到现在也很久了，所以我们西药都没吃了，所以已经几乎是1年以上都没有吃了，那就还好。所以现在怎样？现在就是看能不能拍个时间来做治疗。做什么治疗？蛀牙，现在是帮他把牙周弄干净、洗干净，让他比较不会有感染了、啊。还帮他涂氟气，帮他保护他的牙齿。那下次如果他真的还是很不舒服啊，就是还是会说再做蛀牙了。看他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做，下一次来看能不能把它搬到这要个不位要置。现在先去搬看看能不能？如果一定要在那个位置，我们现在就先试了，不用下次来了才发现不行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啊，很好。好，